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嫁接法，然后这个嫁接法呢是最容易成功，然后成功的几率最高的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先我们看到这边哦，是前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前哦，我做了一些嫁接，然后今天我们再来观察一些这个嫁接苗看到底它是会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为什么我就是经常使用这一种嫁接法呢？其实呢，这个嫁接法的优点呢就是它是使用芽段呢去嫁接，因为芽段的话，它不只是一个芽的它的这个芽段上面会有起码会有两到三个芽点，然后这两个三个芽点呢，比如说有一个坏掉，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然后比如说我们使用其他方法，比如说我们没有使用靠接，我们使用那种芽接的话，我们只取一个芽，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失败，还没嫁接好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已经失败，因为那时候可能那个芽我们取不是很标准，或者比如说它是取芽的时候它是很标准的一个芽，可是我们在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有出接到那个芽点，导致那个芽点的品质没有达到最好，所以它的那个小小的芽点就坏掉我们又以为那个芽可能没事继续这样嫁接可能会坏掉，可是我的这个芽段的嫁接几乎都失败的几率都是很少我们今天再来检查一下看这个嫁接它如何形成的先我们看这里我已经做了四个嫁接这边芽点已经萌发，这而且把这个拿掉，这里这个我们也会拿掉这边现在我们会一个一个来分析好了比如说这颗呢我现在会把我再看一下这是原则这么一个芽段从这里到这里，然后从那个嫁接的时候这段还没长起来现在它已经长出这么长了我现在会把这个地方打开，看我们看到这个点到底会出现什么样子，看能不能靠近点所以这个嫁接法呢可以说是成功率最高的然后这个嫁接膜呢，一般我们只抱一绳的话，
这个芽点它会自己凸出来。我们看，这个芽断了哈，大概从这里到这里大概10公分长。然后我们看，这是我们看到的嫁接的位置哈。我看这边呢，它也开始愈合了。现在两个界面，它几乎都已经达成一个愈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界面了哈，所以现在几乎我们抱住也可以，或者没有抱住也可以。可是最保证，我们就这里稍微固定一下。好，现在我们再打开另外一个吧哈，这边来哈。所以我就是今天只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嫁接的话，我们当然是就是要选择一些最容易成功的，特别是一些朋友第一次做嫁接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这些方法。这是芽断我们说是芽断嫁接。我这颗呢，就是使用双颗芽断嫁接我现在会把这个其实一些新手的一定使用这种方法是最成功的，几率最高的。其实可能是有些朋友说，可能芽点取芽的是嫁接成功率最高的可是那不是那是使用于一些柑橘类的一些容易取芽的。公平来讲就是我们使用芽断嫁接，不管是我们。这里的芽断嫁接，或者其他的，都可以成功。可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就使用不同的嫁接法。
我们看。两个哈，两个嫁接芽点哈，芽段哈，这个芽段大概5到10公分长的哈，所以今天我只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它是在这个芽段上面，起码会有两个芽点，所以。我们就是使用这个方法，就是可以保持说哈、如果我们插入的这个界面已经好已经平了哈、几乎成功的几率就是很高啊、主要是我们这个地方要整修哈。要正确哦。然后我的这个嫁接经过大概4个多礼拜已经开始形成了。我们看这是原本旧的哈，然后这边是一个新的芽点哈，现在已经长这么好了啊。然后旁边我的这边。是一个哈，耗接的，这边耗接，好，还有这耗接哈，我们这里因为它上面是比较大的哈，瘤比较少，所以效果没那么好，结果比较慢。这边我包比较紧哈，待会我会把它打开一下，这是红毛丹的耗接哈。它到今天才开始长出了一些小小的芽点而已，所以有一些我们有些网友哈，第一次嫁接或者我们想学嫁接的，一定要先使用这种嫁接法。今天我视频呢先分享到此而已哦，谢谢哦。